你们这些刷来的，先把游戏下了好吗？ 游戏都没下就来，这你妈！他们现在都认可我的实力，但是他妈打你，他们还觉得还有机会。哼，又是这种啊，这可以啊，今天各种战术，这个应该是也一个兵营啊，两兵营，然后压你的二矿。这个是 party 比较喜欢用的战术。 你们就天天叫螺旋，螺旋最近是不是也没打了呀？打的，他一直在打。啊，他最近我怎么没刷到他直播呀？我刷到了。哦。我最近抖音老刷到那个什么 BCC， 还有什么 Love TT？BCC 是谁啊？我不知道呀，我就看他们经常下午在播比赛。 还有什么 Love TT 这些在播比赛？不是 BBC，BCC 叫，好像叫。两兵营一插两追猎压制，这个其实很凶啊！这个，我靠，今天公牛有如神助啊！哎，这你妈，当我没说啊！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去了呀，去了呀，干嘛去了呀？找到了，找到了。今天公牛状态有点好。 嗯，而且这个几率性很好。啊，对，那个叫崩叉叉星际，说的没错。我看他们有时候下午在播比赛，有时候我还看一看。他们都播那种韩国人的那种第一视角啊，或者什么的。这什么？再一根水晶。 这什么意思啊？也那个其他东西吧。防的很好啊，公明火这个。公明火的细节处理非常到位。今天状态特别好。啊！你妈今天侦查真的有点屌啊！今天你妈的吃药了，这都能找到。 完了，看不懂了，他这个找法，对不对嘛？其实这样的话，公牛也不难受啊，这个打完。 也就这么回事了呀，对于公民会来说。对。没打到东西。这为什么农民会到？不，这农民是不是很飘逸啊？进来。反正什么都看光呀。这你妈我家大门常打开呢。 你们的游戏难道没有框吗？这啥梗啊？是不是那个 COD 的那个梗啊？是这个梗吗？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兄弟说的是这个梗。就 COD 有一个选手，还是主播，然后别人都说就国外的，然后别人说他开挂，然后他不承认，他就自证。 自证他就拿个摄像机，拿摄像头对着自己的屏幕在那里打，打着打着他的屏幕就跳了一个很大的框出来，这你妈，是 CSGO 的吗？是 COD 还是 CSGO 啊？就跳了个框出来，你知道吗？他妈那个框就框到就透视框到别人的人。COD 吧是 COD 吧，我看到了一个新闻的。 哎，全防，完美，那个人就被禁赛了，好像。完美，全部防。太完美了，防。今天公庙状态很好。最近不玩论坛，不是我不玩论坛，是不在论坛发言的，老子不想理你们，但是不代表我不看论坛。
我看可以看的呀，干嘛？我不能看吗？我靠，这个已经完了，这前期的战术什么都没打到。不看是可以看的呀，他只是不发言而已啊。不发言的呀，你们不要理，不要我，不要说这些有的没的，反正我也不发言。你们掉好了没关系的呀，我早就把你们封了就好了。你们让你们掉。不是找人，为什么你要找人把他们封？你妈的，你要封就自己封。我没有账号封了。不，你可以封的，你账号可以封的呀。你妈的，把那个人封了，就说明你妈的你们掉到了。我的账号注销了。我现在没有账号。完了，这个是节奏太紧凑了，正面已经在推了。已经到门口了，死了呀、这个、太快了，这个真太快了，这死了，他这前期防得太好了，现在顾淼状态有点好，坦克架好，难受的一逼，好，我去打你三框，家里面还投一波，这个白球你过来也很难受啊，核电站开了，还是有点猛，白球核电站还是有点猛，对，加得很快啊。这白球 AOE 还是会死，家里面穿的呀，过年。家里面是真的难受。妈，核电站也打没了。你主要巨像出不来，出来就被那个坦克炸。还好吧，炸一炮还好。运过来还行。指挥都这波防的不错了。没光头，有光头就是。他这个部队数量枪兵太多了，三个巨像随便打你这波部队，顾明友这波肯定要被吃。你打呀，你倒是就随便 A 一下就结束了，肯定打得过来的呀，这种怎么可能打不过嘛？光没光头的话，你顶不住巨像的火力的。现在继续的投啊，通过空投来限制住他这现在要的是把光头的数量存起来。一个光头，一个围巾也很重要，没有围巾不行。这把刀还是有点飘，继续拖，用引刀拖。雷达。顾淼现在就要等光头数量起来，你纯靠机枪这种东西上去，还是被克得太惨了。围巾有多少吗？围巾？围巾还没几个，而且苦维头现在妈的就是三矿，然后在那边家里面当乌龟了，四矿也不开，四矿不开，你光是对方三矿，你想要打进去又有点难。对。哦哟。对，别人都在电子上的，是没用。九死一生。卡一个位置，两个兵进去。他就投到这个地方，可以，这个还可以。三个坦克也有点烦的呀。哎，白球走不进来。首先白球进不来，巨像过来也是不来。我靠，太胖了。要包吗？直接换家去了。换家还可以，这个选择。啊，换家？
这选择挺好的呀、啊，换家。但古米好像发现了，这你妈换家这个选择是蛮好，但是但古米我发现了就麻烦了，他要包。不，你要知道你换的是别人的矿，你别人换的是你的出品点呐、啊。两个巨象。坦克没架、啊，坦克架就好了。十九个农民正面直接换，别人换的是你的出兵点啊！引刀没有注意啊，直接缩上去。这引刀倒是砍舒服了，但你其实你就想冒两三只在这里换啊。没出兵点了，你怎么办？对吧，你搞半天就小猫两三只，自己死了38个农民。这把刀还是砍了不少啊，这把刀。好了，看到了看到了，也没有引到他了。战斗人口其实差不多，但战斗人口差不多没用啊，干嘛？我可以走的呀。两个巨象站不住啊，关键把你巨象打了我就走，把巨象打了就可以吃了。其实就打你巨象。好了，走了呀。我家里面可以持续产兵的呀。你没有出兵建筑啊？现在死了53个农民，正面的兵再汇合一下。这运输机在。好了，正面顶一波你就死了。战斗人口还是差了30。好了，正面来了，随便打随便打。就靠这个核电站了，他不可能出核电，出那个电池的那个口的。对。那现在公牛就逼你冲啊。对，他就光头在前面顶着，然后坦克架着，你怎么办？围巾在这里白打你。坦克就架好，我就逼你冲了，你冲吧，冲过几个围巾在上面白打你。核电站加的还可以，说实话，加的可以。核电站把巨象加起来，加不到了，但加不到了，但围巾也不消，他机枪下来呀，他上面那么多机枪，输出不够啊，这样的话，不过打完还是领先50人口。不，他不能下来，两个那个两个巨象没法解决，他不能下。但打完之后这个人口差的有点多啊，卡了一下，还是有点卡、啊、不过没关系没关系，我换条线。好了，卡回来了啊。你现在几分几秒？我卡了一下，52、53。快我2秒，你稍这个地方稍等这盘打完吧。妈，这个行星要塞你都没法打，人都少了，妈这有个行星要塞，巨象扫不动，扫不动啊，我就修啊，我马上兵来了呀，你不在核电站里面，你怎么打这波嘛？四个围巾，秒一个巨象，继续 A， 第二个巨象也要倒，好了，兵投下来，随便打了，机器了 ，Crit。30人口，这你妈苦瑞，这苦瑞头打的真的好，这盘。苦瑞古米猴吧？啊，古米猴，对，古米猴。这。各种的侦查前期，防守非常的到位。苦瑞头，难道上天又要给他开个玩笑？打进圣教组，然后最后出现战被干，然后哭。你说的没错。现在不会哭，现在绝对不会哭，要哭的只有等最终战被淘汰的时候会哭。他现在哭个毛。암기가상대방의앞마당진영앞에가자마자포탑이완성됐어요정말아니타이밍이왜이럴까싶을거예요去个厕所，我还要脱衣服啊！暴衣啊！衣服一脱，自信一笑。
정말완벽하게정말아슬아슬하게체크하고어이제수비가준비가되다보니까这自信就我靠活动一下，感觉是很有自信啊！吹了一口仙气，对呀、啊，还吹了一下，感觉很有自信啊！解开了自己身上的枷锁，我靠！能量爆棚了。第二阶段。感觉这个时候才是发挥了自己最强的实力。我最怕是他妈的爆完一之后被别人妈一个战术打死，对不对嘛？马入走了，我就是 NV 的大哥，这你。哎 ，NV 环境也不好，情况也不好，现在 NV。但他们对付挺好看的，他们对付还可以。古米호也是打完之后直接就回到了那个兵役，回来就回到 PSI 了。嗯 ，PSI 对他其实还不错，我说真的。PSI 还可以的。像高中的校服，这你们。以前我们的校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记得以前我的校服是那种蓝色的那种。我们不是。我已经没有印象。我说出来可能你们不信。干嘛？红色的？不是，我们的校服是中山装。啊？中山装？真的，可能你们说出来你们不信。那你们别打问号啊，真的呀，你问夏一可啊，夏一可的校服也是中山装啊。他妈的，女生跟男生应该不一样吧。啊，女生跟男生校服应该不一样吧。哎，他们是什么我忘记，反正我们男的都是中山装。你们哪有，哎，哪有女的也中山装的吗？你自己想想看。哎，夏一可今天晚上问问他他们是那个是什么？是什么？那个 JK， 那应该不是，妈的，一个中山装，一个 JK， 是不是？妈有点太不搭了。我想想，他们是 JK 吗？哎，好像还真是啊。不是旗袍，不可能是旗袍，怎么可能旗袍、啊？他妈怎么可能旗袍？你们在你妈想什么东西、啊？哎，他们好像真的是 JK 啊。啊？是吗？不，这个真要问，这个真要问那个，这样问问下一刻了，这样问问下一刻，我这个真没有印象了，因为我们很少穿校服，我们只有那个什么学校那种典礼什么的才要穿校服。感谢求老仙奶复试不上岸的飞机，感谢兄弟，因为我们平时不用穿校服的，你知道吗？我们平时只有那个以前只有到学校典礼啊什么的才要穿校服，平时不用穿，所以没什么印象了。不知道我知道是现在的这种小学嘛，是基本上每周你都要穿校服的，就上学你都要穿校服的。我们不用穿的，我们那个年代真不用穿。好像周一要穿的，周一早上升旗仪式什么要穿的，我忘记了，因为太久了，二十几年了，忘记了。反正也没我是印象里面，我都忘记我穿校服是什么样子了，但是我很明确的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是中山的。然后他们那个夏一可他们是二中嘛，二中的比我们要浅一点那个颜色。他们是那种要叫浅一点的那种蓝色，我们的校服比他们深一点，但是款式都是一样的。
원래에로그를좀배제하면서플레이할수도있었거든요바로불사도트리플해주면서황혼우의직구막불사도광전사하는경우도많은데이거보이자마자은퇴하고这边女妖看到了이거불사도아왔아근데일단OB 也帅，这一波防守还挺完美的，而且农民跑的时机非常到位。没打到什么东西啊，顾明浩这个女儿没话说，这个是完爆完爆。顾明浩是以前他一直这个一直喜欢出女儿的，嗯。충전소가완성이되면여기서벤시꽂히는거너무무리라서앞으로쓸수있는건딱한개인데한개가해줄수있는게없죠벤시가안나오네这个女妖抓了其实对于顾明浩来说非常的亏啊因为是有隐形的女妖짜릿함이존재하기는하는데아이것도아他应该锁那个被炸过的那个凤凰就好了第二个女妖也切进去了马上但我觉得应该切不到东西就很简单就你如果是隐形女妖的话你不可能只出一个的你肯定要出两个的但女妖不是关键重点是正面这头兵啊这个应该是直接切主矿的他切不到上面有个 OB 的没有他直接切主矿的主矿你能打他只有切主矿你的这个注意力在主矿我才能推你然后正面就可以架坦克了对直接架这个协同有点深的吧这个也太深了吧这个走的你这个有点他主要凤凰可以抓你他凤凰抓你很烦家里面也哎三个本他四个电池加完了电池能量电池能量加完了应该防守也到了防住了正面其实边退边打还算是换到不少东西啊还不过你损失还是太大了损失太大了还是亏损失太大了好农民也拉走这一波防守很完美嗯这个女妖也不要想活了反正能杀一个是一个吧嗯没什么好想没有什么想法的불사를통해서견제를해주면서준비하고있는유닛은거신근데이제그건있어요그러니까고병재선수가은폐벤지빌드가아무것도못하고거의완전히실패그냥프로토스这个顾明浩不好打了吧这把这盘顾明浩应该输了前期损失前期的劣势太大了对方而且转巨象的我上一把我感觉顾明浩打巨象不是很厉害对吧他的部队他机枪为枪兵太多了他是以机枪为主的所以感觉不是很厉害把机枪多就说明爆发高但你就受不了巨像扫巨像扫你随便一扫就没了对他们俩来说这次的这个胜者组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如果带到败者组的话真的会被干下来일부끊겼어도이제남아있는불사조가아깝기도해서다시불사조모아주는경우가상당히많았었거든요근데더이상늘리지않고과감하게관문늘려주면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顾明浩有翻盘的可能性啊对有翻盘可能性经济首先不落后第二 Kurito 打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怂就看 BA 这波吧顾明浩反正两个人应该能打到一个200人口的一个决战的肯定能打到顾明浩的光头也慢慢起来了数量不好说这局面不好说了这坨兵很厚啊이거그지역물이죠앞마당아래쪽에건물지역에
지형짐을 끼고 전차 배치하면 그 좁은 길목 끼고 언덕 넘어 공격할 수 있거든요. 그래서 밀러 좀 빨려라. 三个巨象，哎，这个。 围巾稍微少了点，如果围巾有个六个的话，这波兵可能就直接打赢了。就在这位置卡，就卡这个位置，这个土其实这个位置卡着还是很难受的。啊妈，烦了烦了，这位置卡住烦了。这位置，他两边都能打得到。继续往前推。 你要包吗？你包不了呀，这正面有一条很小的路啊，你怎么包得了嘛？换家？不可能的。啊，真的包啊！这坦克是卖掉了。 고병선수의체제가고병이어쨌나다지상有点太多了。对，围巾有点少，围巾。这波不好挡了。지상多就秒倒，你这个巨象一扫全倒。而且他没有鬼兵，白球他妈在这边顶着，其实很硬。这个鬼都不会给你机会了，他直接冲了。 打不动，打不动，你而且没有ghost，你白球也打不动，你唯一打的有输出高的就是他那个枪兵，枪兵的话，但是被巨象磕的太惨了。鬼头还有200人口，继续 A。 完了，1比1啊，果然脱了衣服有实力啊，刚才自信这一笑，已经找到了你的命门。 他干嘛？啊，再穿上啊！再穿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妈的，待会儿再脱一次啊！哥，再穿上要输啊！他要蓄能量，蓄能量，蓄能量。打之前再脱吗？对的。这再穿上要输的。但也有可能是有点冷啊，首尔现在有那么冷吗？他身上那件应该……知道呀。哎，你看人家孤僻好。 短袖对吧？一般一个短袖，一个你妈穿羽绒衣。他脱不脱？他脱不脱？他不脱了。他有点冷。 원래 장현호 선수는 탄탄한 중후반 운영이 장기이기 때문에도 瘦一，把这个衣服穿上去，真的有可能把自己穿没了。我也感觉。他脱掉衣服可能只是为了告诉顾明侯，你妈的不要以为哥没有实力，只是因为哥不想，妈的不想用全力，正所谓树高莫用。<笑> 1比1啊，另外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可以告诉大家，说，战队联赛书本回归了，这个赛季我们能看到书本了。啊？就有战队把书本签了吗？你说的没错，至于哪支队，我就不说了啊，等他们公布。 哪个队我就不能讲了，别人的没和官宣我说什么呢？等到官宣了啊！对，你们等官宣吧，有队签掉书本的。反正下赛季看得到了啊，看得到。 哪支队我们也不知道啊。
那下赛季看到了再说呗。嗯，凯子不可能的，凯子有那个的呀，凯子 DP 都不是，我就告诉你们，不用想了。书本回来了 ，Zest 的还在最后一战，真的。哎呀，反正下赛季再说吧。下赛季不，他反正回归的第一战，只要是他上，妈的必须让导播把那个你妈的那个放起来，歌放一遍，我靠，庆祝一下。先放再说，不知道他能不能赢。再说吧这个事情。本来战队联赛计划是4月8号开，但是这个要看上海疫情的情况啊。嗯，对，要看情况。这个上海现在是浦西在今天晚上就会那个测全部测核酸嘛，大家。啊，5号解封是吧？嗯，说是这样说嘛，反正就看情况嘛。我们看情况，如果还是肯定以这个工作人员安全为第一嘛，对吧？对，感谢球奶 LQX 工作不顺利的飞机，感谢兄弟。对吧？我们这个包装制作什么都已经做了，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反正开不了，我们就往后延。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反正我们肯定会往后延的。战队联赛肯定会打的，包装也在做。好了，看这把啊，两 BF 直接猛男流啊！我靠，好复古啊，这猛男流。看看这把啊，两 BF VB 是什么打法呀？这个是什么高攻防巨像吗？他这个一攻一防巨像。那不只能这么想的呀，只能是一攻一防巨像，那不然呢？他妈的攻防巨像流第一次见哦。这两个 BF 啥意思啊？又不深，他哪有气势嘛？他两个 BF 下去了之后，不是他这两个 BF 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懂啊。他两个 BF 下去，哪有气呢？难道骗你？我骗你，我要猛男流，然后转巨像。这可能吧，但他 VB 跟 BF 放在一起的呀。哦，现在在升一攻一防。那你看不懂啊？他是现在在升一攻一防。他是点的巨像在升一攻一防。挡耐可以啊，然后他不升巨像射程，他把这个巨像射程的气拿来升一攻一防，对吧？他是先追求攻防，把巨像的射程不升的。没有点错，没有点错，但肯定是他准备过的这个战术。他一攻一防点下去，就本来巨像的射程，你这个气嘛，他拿来升攻防，然后再追巨像射程。啊 ，VC 就不升巨像射程的吗？难道今天他创了一招无巨像射程流？啊，升了巨像射程。这他妈都什么战术啊？攻防巨像，这个战术说实话没见过，有点奇葩，有点奇葩。没见过，就攻防巨像流。近战巨像，真牛！三攻三防巨像系列。他这个虽然看起来好像科技稍微慢一点啊，但是实际上攻防会很高。而且你人族也掐不到他巨像射程这个 timing，
说白了，对吧？你也插不到。这你妈神族科技随便升，升完就 F or what win。这你妈，你这个黑逼，哪个弹幕太他妈黑了？我都看不下去了。这种单纯两传兵，这种空投是没有任何机会。你一定要打多，你一定要打协同。这个问题也不大，有巨像扫一扫你就只能走。扫一下不就走了呀？有巨像只能走，不过这个没有射程，真的有点短啊，这个大。没射程，没不link，你现在防空投还不是很好防。但据射程蛮好的，蛮好的射程。他这攻防真的有点快，两攻两防也在提，而且你没发现他攻防提的很节奏感很强吗？这肯定是练过的。不，我看出来他这个打法是这样，他这个打法就是我先守，然后三到四个巨象，我两攻两防就出门了。对啊，这个有点凶的呀。可以了。两攻两防，我不需要开四矿，对，因为开四矿我驾驭不了，我三矿反正六十多个农民就可以了，然后等着你来送。两攻两防，这个白球巨象一波，他妈这种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来送来，对吧？但这个兵会很硬啊，他这个两攻两防会很硬。对，来了呀，来送了呀。三遍矿我守也好守。这个九分钟这拳有点硬啊，这个是解释战术的升级版啊，感觉。家里面有地堡有巨象不怕你啊，随便守啊，这个。巨象就没问题。哎，这他光头在干嘛？好了，送了两个兵了，对吧？正面核电站开起来，孤明后完了，孤明后中套路了。家里面空投也不行，哎呀，要笑本呐。有电池，有电池。关键他攻防也很高啊，唯一的问题是我要变校本啊，点坦克完了，已经工作中套了。好了，这个包反打拿头挡啊，四个巨象不急啊，我等两攻两防呀。对啊，两攻两防，我就现在我就猛刷兵啊，三片矿满负荷。对啊，然后抓点白球啊，这时候白球到时候抓白球啊，一顶就死了。要笑了，笑本了呀。笑了要压的同时开四矿。他今天这个战术准备的还是挺不错的。好了，这波白球过去，妈的打不动了，三攻三防一起，哇，这中攻防太快了。其实不用是三攻三防呀，你直接可以上来两攻两防，把三攻三防的钱省下来刷白球刷兵啊。你是三攻三防，那岂不是给人族机会吗？不是，我升管升 A 管 A 呀、啊。他不会 A 了呀，升三攻三防他就不会 A 了呀。他怎么还不 A 啊？你妈，你这个现在优势最大的时候，对你被拖住了，一会儿 Ghost 成型的，你攻防其实就没有那么大优势了。哎 ，Ghost 也出来了，这本来这个时候早就 A 上去了 ，A 上去就赢了 A 了就赢了呀 ，A 了怎么样都赢了呀，三个巨象，然后白球提出差，别人鬼兵现在才到一半，啊，出了三个，但是刚才 A 上去鬼兵都还没有，郭明浩有机会了，现在，说好的哭本呢、啊？你妈的，这难道这就是兽医的威力吗？穿着兽衣失了智，忘记自己的 timing 了。神族憋下去玩不了、啊、这局面，感觉忘记自己弹名了。这么憋三攻三防，哎，我卡住了，我操！不，你比如你现在去憋什么自爆球？你三攻三防好了之后你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出航母呢？升三盾呢？升毛三盾？你妈的，升到三盾，你妈黄花菜都凉了。三盾升起来啊！不，你升三盾，你被 EMP 打了还不是一下的事情？有意义吗、反正都这样了，有生就生呗。
你妈现在 PVT 有，自从有了你妈这个 EMP 之后，大家都在用的时候，这个盾的升级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我给我圈也画好了，这个时候你再想起来 A 是什么个意思吗？他三攻三防，他是三攻三防探命啊，他是抓，他们还有这种探命吗？十二分钟三攻三防一波，三攻两防，三攻两防，但是 A 不进去的呀。他不是三防马上要好了吗？你来嘛，围巾也那么多，鬼兵也有，你来嘛。妈的，又被偷个巨像，真的哭本要变，笑本要变哭本呐。这烟皮打完你，攻防其实意义就不大。怎么办？怎么办？坐牢呀，三防。现在这种最怕就是剧团的时候中 EMP， 中完人都傻了。他没升婉儿，升了婉儿，妈威力还要大。这个关键是巨像现在根本没用，巨像我已经太多了。白球也没用啊。对啊，白球就你剩下其实就没什么部队了，你巨像也站不住，白球也站不住。家里面开始去转航母、啊、那只能开五矿出航母呀，那怎么办嘛？啊，他盾也升起来了。婉儿他们说已经升好了。哦，升好了是吧？他这个两攻两防他们也没抓，真的是有点儿。又开始送兵了啊！两线送啊，两线送啊！你妈，妈真的穿寿衣了，送的有点好啊！现在拖还来得及。啊，做航母是不是？现在把衣服脱了还来得及，打个 PP 暂停脱衣服，还来得及。这个时候绝对不可能脱衣服。再不脱来不及了。不，主要是看过 Kurito 刚才打 Sola 那个自爆球，我就觉得你们他的自爆球应该用的不是很好。怎么办呢现在？你航母也出不了几个呀，航母能出几个航母吗？妈，这种是强行憋到后期，他真的要去打人三攻三防三盾。你妈怎么真的太邪了？这就是强行憋三攻三防三盾。哎呀，什么输了一会儿去败者组又输，哦，去出现战又输，输完就开始哭。今天又要妈的回家的路好远，对吧？晚上打完差不多首尔时间十点钟。真妈吹着十点钟的晚风，坐在回首尔回家的地铁上。妈，这个矿罗砸的真的是。真的呀，走在首尔的路上，然后坐在那个晚上最后一班地铁上面，妈想想今天错过了那么多。万一他你妈的地铁没有赶上呢？不，十点钟还赶得上最后一班地铁，然后空荡荡的地铁里面没有什么人，他坐在那里，你妈想到今天的一些失误，你妈错过了人生，又错过了一次晋级的机会，你妈默默的流下了眼泪。哇靠，妈的这个画面真的很伤感，我靠，真的很伤感。在地铁里面，妈眼泪滴答滴答的滴，但是那种非常安静。
你妈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和眼泪的声音。5000的收入，这个你妈骡子太猛了，这骡子，我靠，还在涨。感谢球奶 ISC 五大上不了岸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什么？然后最后发现地铁坐反了，你们他妈是不是人？你妈的那么惨的那么惨的一个画面，你们说地铁坐反了？不，这个你妈地铁坐反了，这个太你妈太过分了，你们这些逼。哎呦，炸的一般。郭明浩现在有点打不进去啊，两个人开始互相憋起来了。讲道理是真容易做反，地铁做反了你可以坐回来的，你慌个毛啊！万一你妈地铁坐反了之后，他到了之后发现你妈的没地铁已经停运了呢？那上去走上去啊，那怎么办呢？走上去啊，出站呀，那怎么办嘛？停运呢？干嘛你在地铁里面过一晚上呢？韩国打车有点贵的。拉，哎呦，还可以，还可以，还行啊，交换一下。现在两个人现在已经打入到一个大后期的一个情况了。哇靠！对，关键中小部队神族很难分兵，神族好啊，大河大河对航母啊，这个时候两个人在互憋。大河的这个场面也是大家很少见的，很少见，很少见。今天这个 GSL 我们都见了啊。上去打车还被绕了远路，你妈的，你们是不是要把他这种倒霉的事情都要集中在一起？他就是个倒霉鬼。干脆甘愿你妈上去打车，你妈打到三八线，妈的想想不如你妈的去就去服兵役算了。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不对？这地狱倒霉鬼。前两天我看了个亚运的新闻，韩国那边好像放弃了三个项目。什么？王者荣耀，然后那个梦三国，还有个什么项目？他们这三个项目不参加。韩国好像不参加这三个项目亚运会。不，还有个 DOTA 2，还有个 DOTA 2，对 ，DOTA 2他们也不参加，还有个 DOTA 2，这三个项目都不参加。他们放弃梦三国是很正常，因为没有人玩梦三国 ，DOTA 也一样。对啊，他们找不到选手嘛，王者荣耀估计也是找不到选手。直接冲，哎，冲防空阵冲不进去吧？这你妈被防空包了个圆。对呀、啊，这他妈冲防空阵，这冲得进去吗？哎，他为什么不 A 航母嘛？他那个尾劫还在憋大河。哎，这有点多啊。他尾劫刚才没有打航母啊，就在打小飞机。他不会被一波推平的吧？那么多航母。他难道上校本？又要笑了。校本一口气啊，所有的航母 A 脸。大河只有五个呀，不多啊。他难道要等到有个十个大河直接起脸？有可能哦。哎妈的，这他妈这是哎，是谁在呼叫舰队？如果这样输了的话，真的要哭的。他这个时候绝对觉得自己赢了，势如破竹，对方不可能有兵种打得过我这波部队。不，大河也未必打得过，因为你要想，他下面还有白球啊什么。我就说，如果输了，他绝必会很难受，因为他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已经赢了，势如破竹了，已经。应该赢了，这番应该赢了。万一被打个完爆，那这波不对。怎么包嘛？大河直接飘脸，然后围巾上来，那么多围巾，不好说啊。哎，大河不好说啊，大河现身呢，大河来了。围巾直接点，围巾直接点航母，还有几个白球，围巾散开，闪电来了，大河没有起脸，
白出来全倒。哎，这个妈的！哎，不会吧？这 Crito 要哭了！你妈的，这说好的势如破竹呢？哎，追呀、啊！这个时候不追吗？他冷静呀，冷静呀，冷静呀！对面在暴风暴哦。风暴也打不过那么多围巾的呀。修一下先。我靠，他城市化了。七个航母，然后三个 Ghost。现在两个人都有点紧张啊，就是一次接触的事情，23个围巾。下面强秒，修起来，修起来，修不起来，修不起来，修不起来。他的攻防很高，嗯，三攻三防的，虽然看起来还是少割了一刀啊，但是还是守不住。哎，这合球是什么意思啊？送了呀。亚麻头大河，他大河炮好像刚才没放吧？放了一个，放了一个，有大河炮。追猎这些，其实现在他其实还有一个，他比较怕什么？他比较怕 Ghost， 真的是权重影响。你看大河有没有大河炮？就看那个大河的那个，我知道亮没亮嘛？就中间那个一直在充能，就是一直在跑，就是这个。就亮的就是有，没亮的就是没有。来了，风暴也来了，哎，这个大河要被抓，现在过来救这个大河。抓不了，抓不了，他没有折越过的。哦，是，也是啊。不，我在想，如果说《星际争霸二》有一个设定，就是你当你有了八到十个大河同时放大河炮的时候，对不对啊？啊，对到一个点放大河炮，那个大河炮那边。那个点上就会出现一个你妈像镜子一样的这种板，然后直接放成 AOE 变大，直接冲到前面去。这，你妈的合体技的，对啊，可以的，我靠！原子弹，白球现在有点站不住啊，被他这样打。他好像也没看到原子弹嘛，嘣，幸好没炸到。还是听这边这一拳，又开始中二了。孙哥本来就是中二少年。哎呀妈个鸡！孙哥每天晚上要看漫画的，看到四五点。不，现在不看，现在不看了。妈的，老子现在直播，你妈结束都已经四点了，我操！还他妈看漫画，他妈不用睡觉了。我给你推荐一个漫画，叫《万古帝》，最近在抖音刷到的。还可以啊。不，没有这个没有时间看。最近在等。哎，这真的打、哎、这个要被偷啊！不过吧，这个随便偷航母啊！这个随便偷航母，这不航母没几个嘞，航母闪电偷呀，偷呀！哎，跑了，闪电跑了。你打不过这个大河吧？打不过大河了呀，那么多，有几个航母？航母其实到最后没有输出的，航母有什么输出了？主要是那个呀，主要是风暴啊。白球这种看到大河炮瞬间就没了。好了，风暴来了，要走了。没有围巾，大河他折越过来的，他是他。哎，这完了，折越过来。他是折越过来的。这个是。完了。他是折越过来的。要笑了。他没有围巾救这波部队，他折越好了吗？要笑了，好了。有好个锤子，要笑啦！那这怎么打呢？被风暴贴在这里打。哇靠！折越好了，折越好了，跑了一波。妈的，死了很多架呀！没事，腾人口。妈，最后还是靠围巾。也算拆了对方一片矿。但他矿多啊，有骡子的。啊，对啊，有骡子。他这个矿一开，妈骡子一砸，围巾很多啊！这风暴打不过围巾的。风暴打不过围巾，闪电电了一把，我靠，这把有点痛。其实他真的贴上去 A 这波就 A 赢的，没几个风暴了。他现在不敢送。
9시 돌려야 되는데 사용 완성됐는데 지게로봇 아직 안 떨어졌습니다. 장현우가 지금 속도 조금 더 올려주면서 4시 돌려주고 계속 뭐라 骡子下来了呀，看看这波骡子啊，看看收入，直接反超2000多了，2000八3000了，这波收入3400，我靠，这个骡子果然有点凶，但骡子扔了之后他怎么反隐形？哦，还有还有。这引刀还是有点烦，他现在没气啊，哎、这个也有个问题，工作没气，对，这个是很大问题，他没气了，妈骡子不能踩气的。决战了，决战了，决战了，决战了。자원여유가있어서모선이반대쪽에서대기를했으면리콜두번쓰면서기동에따라갔을거거든요없기때문에신중합니다이거아래쪽에유령오는거에분열기정합을한번맞춰서유령줄여주는순간决战吧 ，Ghost 来了。让 MP 先打，让 MP 先打。Ghost 来了。观测你有没有？哇，七连！七连来了！七连 ，Ghost 打中了。拼了 ，MP。Ghost 打中了，拼上去，大和炮甩呀！没有大和炮吗？没有大和炮。아他没打个炮他要操作点他有大和炮有在打在打但 对面有核电站刷了好多的追猎追猎很猛追猎很猛哎这有点打不过了他要笑了要笑了笑本笑了笑本笑了笑本要笑了他围巾操作有问题 GG 笑起来笑本笑一个啊摆什么酷啊笑本啊今天那么酷我靠终于证明了自己啊笑本没笑今天你妈个鸡啊笑本装酷郭妙琪该拖的刚刚他就那个在对方家里面那波大和损失太多了、把桃拖上来我把桃拖上桃来了桃来了桃开始你的表演好드디어10강에진출하는첫프로토스가나왔습니다그주인공팀看看笑本笑不笑恭喜今天第一个进入十强的地主的选手 Krito。GSL 에서16강이상의성적을낸게2012년이후10년만이거든요장윤소감소감부터들어볼게요일단지금꿈만갖고아직然后说他上一次是很早前了，然后再一次进入到十六强之前，然后什么感受？他就很开心。通过练习，然后现在晋级了，非常开心。사실경기전부터주변분들이나이제와서도하시는얘기가토스진출자가없다좀진출좀해달라그얘기듣고좀더힘이났던것같아然后他说在比赛前所有的人都跟他讲神族都已经无望了没有神族会晋级了然后他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他要扛旗他必须要晋级争口气然后让他聊一下最后一盘通过就是天空大战然后最后赢得了比赛让他聊一下잘하시더라고요그래서이길수그러니까병재형스타일에이길수있는게뭘까생각하다가이렇게하면은좀좋더라고요병재형상대로그래서사용했고운이좋았어요올해계속해서강민주선수의然后他说通过就天空长期的拉扯然后最后赢下来了很开心而且他说在天梯就搜到过郭明后他知道就是后期要怎么去打他所以他就往后面打然后把他赢了然后说他主持问他之前他被郭明后干了然后现在今天他又干回来了복수의의미도있었을까요일단처음부터얘기하자면민수의발목을
의도치않게접고있는데그래도돼요왜냐면제가너무많이졌어가지고그래도되고그리고1세트는제가예상하지못한빌드였는데리플레이를보니까대처할수있었더라고요근데아쉽고그리고3세트빌드는제가준비를그수호형박수호선수랑같이네준비를해서然后嗯说了一下就是他打那个索拉的时候然后第二盘然后说他输了然后他就说他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打然后所以他就 输掉了有点遗憾然后最后主持人说后面主持人说他就是没有想到你是地主第一个出现的这对打对我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惊讶特别然后问他就是因为之前他比赛他的情绪变化比较大然后现在问他就心态上会不会好一点경기력도나오고긴장도아예안하는것같아요요즘밸런스논쟁이정말뜨거워요他说他现在就是能控制自己情绪然后觉得就是那种紧张的情绪现在已经不会再出现在他身上了일단然后最后就让他聊一下平衡性끝나고좀토스가그상위권에아예없었었잖아요그래서아토스가버프되겠다부푼마음을 꿈꿔이렇게한국을왔는데너프된다는소식듣고좀많이솔직히좌절했고요더안좋아져서사실마음이아프긴한데그래도제가연습하면서토스가안좋다고생각하고하니까심리적인것때문에다지더라고요그래서그냥토스 안약하다그냥자신감있게하자하니까좀그래도운이좋게조금씩이어지는것같아요저그와테란선수들의정말인상적인인터뷰들이있었어요嗯他就说就是从卡特维兹以来就是大家都能看到神族就处于一个很劣势的状态然后新的补丁又把神族给削弱了他觉得现在神族处于一个很难的就是境地他在平时的练习当中有发现过就是神族只能通过大量的练习然后来就是拖入后续看能不能找到机会그동안레더에서저그아마추어유저들이흘린눈물을생각하면프로토스의너프는괜찮다하셨거든요사실아마추어분들생각하면은저도인정하는부분이에요왜냐면저도부종하면은5000대에있는데토스이기가굉장히힘들어요그래서이해는하는부분인데어쨌든저는프로게이머고경기에나가야되기때문에제然后他说因为就是现在有很多虫族也在说就是他们被削弱了他说但是他们作为职业选手应该就是去适应这个比赛不要就是去说很多练习就好了我觉得没错啊就不要多逼逼主持人说别人说神族是三个种族中最强的你怎么认为他妈这个主持人脸都不要了자마지막질문드려보겠습니다2022년은확실히출발부터가다르잖아요앞으로의각오마지막한마디들어보겠습니다然后他说就是神族前期有的时候会很强但是就是会通过一些战术调整他会就是差不多但是就靠操作吧然后后面让他在最后说点什么그부분은좀받아들이고열심히할테니까잘하면또응원많이해주시고칭찬많이부탁드리고그리고연습然后他说就是他一直以来都想就是打好但是他总会就是最后就是发挥不好没有打出来然后这次能发挥出来很开心然后就希望大家继续为他支持然后就是感谢了一下什么东拉库什么的然后就大概是就是可能陪他练习了吧就这样就没了不容易不容易妈的我真觉得他不容易